从日本的南方海面到菲律宾东方这边都是一个大的低压带。目前的话，除了菲东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话，在日本的南方海面这边也有个低气压。另外，在160度左右的话，也有个低气压正在发展当中。另外，其中有两个部分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一个是菲东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另外是这个大概150到160这个低气压有稍微发展的机会，气象局仍然在密切注意当中，注意它的后续发展的情况，因为它整个在这个大低压带当中啊，目前仍在持续的整合当中，所以未来5天的话要看它整个整合的情况怎么样。那因为它移动的相当缓慢，可能5天的话，它仍然在这附近，所以气象局会持续的观察它后续的发展。大家早安，未来一周，台湾地区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大多多云到晴。近中午的时候，天气会比较闷热一点，而且在午后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部分山区的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所以可能延续到晚上这段时间。那另外，在午后仍然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提醒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在今天早上8点新形成热带性低气压，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目前距离台湾大概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呈现一个比较滞留打转的情形，所以短时间的话，对台湾地区没有影响。那至于详细的天气如何，我们看一下卫星云图。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在日本南方海面，到一直延续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这是一个大的低压带。然后在大陆地区的话，其实在华南这边也是一个低压带。台湾地区处在两个大的低压带中间的一个相对高压区，所以天气的话是相对的一个稳定。那不过因为这种相对的稳定，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或者是今天大台北平地，仍然可能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那接着我们看，把重点放在这个新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那目前的话，其实它在整个大低压带当中，所以它的导引其实有相当的微弱，所以可能未来5天可以看到它的路径其实相当的缓慢，会缓慢往北行进，再往南掉的一个情况。所以5天的路径的话，变化不至于太大，还是这边呈现滞留打转的情形。它的强度也逐渐在整合当中，所以短时间内的话发展相当的有限。那气象局会密切注意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并提供最新的讯息。至于在今天的高温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本岛的高温都快介于32到34度之间，那离岛大概介于30到33度之间。另外有6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特别是台中、云林以及台北、新北以及花东有发布这种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所以提醒大家中午前后要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的情况发生。至于在未来降雨部分的话，大概分为3个阶段。不过大概都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哈。那以今天来讲的话，还是要注意这种午后雷阵雨的状况。今天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地区都还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会有这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而明后2天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山区也要提防这种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其实到后面的话，从礼拜天开始的话，环境场偏为比较偏东风的环境，所以东半部有些零零星星降雨，午后的阵雨的话仍然相当的一个明显，所以提醒大家未来一周，记得午后携带雨具出门会比较方便一点。因此，在今天的天气重点的话，还是提醒大家中午前后会比较闷热一点，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另外也要注意午后雷阵雨的状况，今天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会有这种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提醒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另外也留意菲东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气象局会随时注意并提供最新的讯息。我们看一下降雨的部分。其实今天环境跟昨天差不多了，所以可能午后雷阵雨还是比较明显一点，所以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会有些这种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午后记得携带雨具出门。我们刚刚提到台湾地区目前处在一个相对的高压区，它的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并没有延伸到台湾附近，所以它整个压制的力量没有那么强，所以午后雷阵雨容易发展，而且可能部分的山区的降雨会延续到晚上这段时间。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开始到27号，天气形态都是以这种午后雷雨的天气形态为主。目前在整个西北太平洋有2个热带扰动嘛，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啊，因为它生成的位置已经
非常靠近我们台湾周边的海域，对我们28号之后的天气的影响啊，我们可能就是必须要特别注意。8月5号雷阵雨频频，总是下得猝不及防，不少上班族烦恼雨季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而台风活跃期也来到，近期是否会有台风的生成机会？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贾星星怎么说。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天气形态都是以这种午后雷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当然降雨的区域都还是以在中央山脉以西，会相对会比较明显，有些局部地区它这个午后雷雨，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这种短时间的比较大的这个雨势。那当然另外一个是说在雷雨天气的期间，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在外面，因为下雷雨的时候，相对是比较危险的时刻，如果尽量可以的话都还是，待在室内为主。如果以这个午后雷雨好发的区域，第一个就大台北，还有一直到这个桃园以南的一些区域，可能都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雨的这种突袭，未来几天，可能都是要特别留意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要关注，就是其实目前在整个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热带扰动嘛，分别编号是 90W 跟 91W。 那 91W 呢，其实气象局在今天上午也已经增强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所以后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它的移动的状况对我们28号之后的天气的影响，我们可能就是必须要特别注意。那当然目前看起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所以，因为它生成的位置已经非常靠近我们台湾周边的海域，所以在未来几天可能就是未来两三天，针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的发展它的移动，可能是我们后面要特别关注的天气系统。那当然后面，其实到十月之前，都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台风季，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关注在这段期间都还是会有机会有一些台风的生成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发展。